里没有后顾之忧，儿女都很乖，都很大，孙子也很大，所以我就家里没有后顾之忧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就全心全意把我的精神跟我的全部都在这里。那所以我的狗，我也不是说我的狗，我的狗是我的孙子，所以我的狗我都跟他讲说，你们要听话，怎样都是奶奶，我都跟他讲我是奶奶。想开了，就是活一天算一天。哪一天我不在的时候，我希望协会接手。那如果协会也撑不下去，那就交给大众，交给大家。